这个大概有多少年了？他刚刚说三千年了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敢乱说。也说也不一定，就是它会有的会聚在一起生长。哦，对，这个不知道是怎样哈。看起来蛮大颗。哎呦，真的有人爬进去嘞！要不要给他也爬进去？既然来了，也爬一下吧。嗯，你要不要爬？要帮你照吗？没关系，我就这样，就照。以后那个，如果真的，什么？叫老人痴呆的时候就看看照片，看看一片吧。就会有历历在目的感觉。嗯，哎，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，就是一个男的认识一个女的，他很喜欢她，男生很喜欢女生，对，那然后他有一天他就去他们家，就想要跟他有进一步的交往，但是他爸爸阻止，他爸爸说他女儿得了失忆症，他的记忆只有一天，第二天又重新开始。哎呦，这照不到嘞！对啊，太暗了。太暗了，照不出来。高级中学。我开了灯。哇塞，你看，我开了灯，哇，这是爬出去吗？哎呀，呀呀呀，一咻咻，呀呀呀，哎，啊，哎，感谢感谢，有帮我照一张吗？嗯。慢点。每一个出来的宝马照一照。哎呀呀呀！好，拿下去。哎，照到你了，照到你钻出来的样子了。